谢谢，欢迎柯市长来到东京。然后我是在东京工作的台湾人，我叫萧一华。然后刚刚柯市长有提到明治维新的那段历史，其实明治维新那段历史里面有很重要一个桥段，就是坂本龙马他透过斡旋去促成萨长结盟，然后去讨伐幕府。那其实他的最大的意义就是说，他合作了次要敌人，然后去打击了主要的敌人。那现在对台湾来讲，其实主要敌人显然就是中国嘛。那其实我们在媒体上看到柯市长，就是说对蔡总统的批评好像远多于对中国的批评。那其实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，不是故意要找茬。然后我想问了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那对你来讲，就是蔡总统执政三年来有没有什么非常好的政策是值得你来称赞？那中国的所有对台政策有没有什么是值得你批评？谢谢。我来讲哦，我最近哦去美国一趟，我回来人家说。你考几分？我说65分。他说啊，到时啊那你在中国方面你考几分？我说55分。为什么呢？我跟你讲，第一点呢，中国要并吞台湾，这是既定政策。那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啊，这是他一定要干掉你。他说他就讲哦，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怎么活下去，这样。他说的是这样的啊。台湾有它的重要性，事实上我也知道，在现阶段里面，美国不可能放掉台湾，因为我知道第一岛链的一个重要位置。坦白讲，台湾出问题，日本就很紧张，因为日本 98% 的能源要通过台湾，不管是台湾的东海岸还是西海岸，所以日本对日本来讲，开什么玩笑，台湾要是落入中国手里，那整个生命线就被切断了。那美国也不会允许第一岛链有破口。而事实上，我跟美国的官员讲，都有谈过话。美国的底线是台湾不可以变成中国的军事基地，这是他底线，他非常清楚地跟你讲。所以事实上，台湾，我每次讲说在现阶段统独在台湾是个假议题，因为统独台湾不可能，美国不可能让台湾独立，也不可能让台湾跟大陆统一，因为让台湾独立去进入中国，对他来讲不需要。才不愿意冒这个险。至于说让台湾落入中国的手里，美国一定不会同意的。所以可以明白讲，统独在现阶段是一个假议题，但是在台湾它变成一个真议题。很多政治人物都用这个来操作。当然你也讲说，你都批评蔡政府，不过是这样的，猴子不是爬到树上才屁股红的，它因为爬到树上才被看到，它蹲在地上谁知道它屁股红？因为现在国民党没有执政啊，所以它没有爬到树上。说没被看到，看到就照样骂。所以你刚才在问我说，蔡总统有哪个是好的？我跟你讲，作为执政者呢，做好是应该的，只有做不好会被批评。因为人民把权力给你，你拥有最大权力，你本来就应该做对。所以他这样讲啊，在对，其实这样啊，台湾夹在中国跟美国之间。其实你会发现，日本也是一样的，所以日本怎么处理呢？其实是给台湾很大的借鉴。日本怎么应付这个局面？这时候跟日本的政界人物说：“以后大家要保持联络一下，你有什么方法去跟我们讲一下，我们可以 copy。”所以我回答你的话啊，到现在为止也是，我有做任何对不起台湾的事吗？有吗？你想得到吗？没有啊。所以是这样的，其实不是敌人，就是朋友，是很不幸的这样。在台湾常常不是朋友就变成是敌人，而且我明白讲，有时候后来这个纯粹就是权威的他们权力的保卫战，不是人家骂你就一定，或者人家批评你就一定是你的敌人。我明白讲，管仲林我讲错，管仲林那个案子。我不讲的话，给他做有变化症，不给他做变化症更高，算了。我讲做吗？结果呢？他还是做了，伤害多大？或者是这样的，吴英林那有需要这么高？那些总为什么一颗为了一颗这样小小的植物搞到他不能处理掉吗？所以跟大家讲，做一次政治的，做对应该的，做不对我们回去反省看看，该改的要改。指出你哪里做不对，不是批评你，不就是你的敌人？所以
这个是我跟你讲，我们在当外科医生里的，我们最常做的是颜面抗流质 ，morbidity and mortality 抗流质，死亡与并发症调度会。坦白讲，有人跟你讲说，也亏啊，也跳也。我跟你讲，做一个外科医生里的，有客户说，我们那个开刀哪个地方有问题，我们都非常欢迎，因为我们不解决问题，问题会解决我们。所以说这样讲嘛。台湾是这样的，我觉得，其实台湾哦，我最近在思考，你知道，1933年以来，1933年以来，希特勒不是武装政变上台的，希特勒是德国人民用投票的方式放弃权力，拥护希特勒上台的。从1933年到1945年，1945年德国战败以后，德国人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德国自称是全地球上面的最理智的民族，怎么会让一个疯子把国家带上毁灭之路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其实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从凡尔赛合约签订开始，德国受了太多的屈辱，因为我们叫 desperate 绝望。坦白讲，今天台湾很多的政治，其实我知道台湾政治的今天的局面，台湾人民太绝望了。已经换了3个总统还这个样子，到底在民主政治怎么办？所以要有青菜，一个小奶嘴嘛，这样，这不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应该有的。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，台湾社会也还是这样的啊，有时候要信心你的。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啊，但是要相信台湾会越来越好。它不但是信仰，它变成一种力量，要坚持的。所以你刚才在问我说，我也这样子，我说不客气的问民进党，我到现在为止，我哪一件事情对他对不起的事，不管在对中国大陆，我只是不需要去跟他逞口舌之快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平常乱讲话，就对中国大陆都是讲话的时候常常造老孽。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这不是让你开玩笑的，我表示短恭维，你知道？只有在对两岸关系的时候都造老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让你开玩笑用的。执政者你这样要把人民的福祉当作第一顺位。好，都是这样。好，谢谢柯市长的回答哦，谢谢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要由陈会长呢致赠纪念品给台北市长柯文哲市长。それでは新会長より柯市長への記念碑の贈呈です。今天特别致赠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东西给我们市长，因为市长非常认真工作，而且要照顾人的很少，有坚持的精神。来，这个请拿。这个我是特别透过关系，这是安倍总理。他写的不动心，大家请媒体，大家看一下好吗？这就是我们柯市长的不动心，不动心的意思就是不受外界的影响，坚持的精神，认真工作，好不好？请代理，柯长这边，请长来，谢谢。